打你了？不是，你那个小点声，还嫌我不够丢人啊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你呀、啊、你，超哥，去查一下这个王总。是，少爷。那个车借我用下呗。你去哪？我让超哥送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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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麻烦，我出去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走了。林妈，傻乐什么呢？叫我出来干嘛？不是，你怎么不笑了？喊你出来这就想跟你吃个饭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给你道个歉。俏丽快乐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可今天上午刚吼完我，现在又道歉又准吃饭的，我怎么这么不敢去？你别废话，去还是不去？那你先上去看看想吃什么，你先上去等我，我去个洗手间。那我不客气。不用跟我客气，去吧。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你是李快乐。你要干嘛？哎哎，高子又见面了。我怎么在哪都能碰到你这苍蝇啊？你们先出去，我有点事儿想跟单独聊聊。知道这次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千岁又不是你的女朋友，你这么缠她不就为了增加点钱吗？这里有20万，拿着它从千岁那里消失，我还娶个媳妇儿足够你花了，别老在千岁那边浪费时间了。喏、no? 这就对了，老爷，你说10万块钱和他娶媳妇儿，剩下10万干点啥不成？对呀、啊，钱嘛，确实是个好东西。剩下10万，我打算给你挑块风水好的地儿把你埋了。你他妈想死不成？不是。王总想用20万收买我，让我离开千总，我当然没有搭理他。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林梦涵居然来了。你放下电话报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人长得挺好看。这是你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不是那个你听。你没事吧？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你这你就是眼瞎了吗？就他凭啥？你先放我们走，回去让他教教你。对，我跟你闹着玩的是吗？你再想不让我就报警了。我是来给李快乐送钱的，你先看他收银行卡。不是这个，他想收买我，让我离开千总。那你快收起来了，省得以后反悔。啊？你俩互相秀恩爱呢？我也不见过他不掉泪是吗？千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我男朋友，有问题吗？那个，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好吧？那个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事情到这一步了，你觉得你走得了吗？现在都撕破脸了，有些话我就得说了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自己长成这个什么性？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？我告诉你，钱不是万能的。好，我他妈要走出这门，老子跟你谁？住手！你谁呀、啊？你还女朋友啊？我是丹婷，我是丹婷。你动我什么事、哎？你信不信？我让你现在所有的身份地位马上消失！就凭你这臭流浪钱，我看你怎么能让我消失？怎么回事？超哥。上次见你小子，你还是个工人，看你工作踏实，才把那项目给你。叔叔，你现在混得很牛逼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少爷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。少爷，这是他近一年的账目，哎，有很多带量转账，您公布。是。少爷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公司就是我家老爷的投资，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爸给你的。
空降假象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是吧？啊！哥，你看这事儿你怎么处理的？少爷，我是真不知道这小子是你哥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你刚叫什么？李哥，我叫的哥，你也叫的哥，你他妈跟我一辈儿？不，毕爷。行了，起来，你别这样。你看看这个事怎么处理吧。你之前打了五巴掌，你自己来还是我来？我自己来。那还有千总公司的投资以及订单，都还千总。另外，我再追加500万投资，这也不够啊。我看公司也别干了，总经理那个职位啊，你也下来了。哎，哥，你不是还没工作吗？啊，你来干。少爷，我辛苦我这一辈子。就这家公司没了，我怎么活啊？对啊，这个刚子，这个事再说吧。你说我也没经验，这去了不是给你赔钱吗？还有，也别赶尽杀绝吧。哥，你没经验，你说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哎，哥，要不你干总经理，让他干副总经理辅助你。少爷，这怎么？你有意见？要不把这账本给我爸看看，让他好好跟你聊聊。不，少爷，我没意见，我支持。哎，哥。刚才那五巴掌该还了吧？要不我问他。是少爷。不，超哥，我自己来。哥，这事也处理完了，超哥，送我去趟公司看看吧。好，我走了，哥。抽空请你喝酒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我走了。好。我操！李总，这是您的办公室。啊，那个，哎，我问你一下，那个你们一个月给我开多少钱工资啊？嗯，您是没有工资的。啊，我没有工资？是的，没工资，您是靠年底拿分红的。那我能拿多少钱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行吧，那你把公司近一年的财务报表拿过来我看一下。好的。李总，现在是上午10:30，王总平时就是这个点上班吗？不是，是少爷那不让我把空缺补上，一晚上没睡觉。行，别跟我废话了，我昨天交代你的事怎么样了？千总那边拒绝咱们资金注入。拒绝了？为什么？他也没跟我说。不是，你没问清楚吗？要不你自己去问他。千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有，十分欢迎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千总，你笑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高兴的要不动。有吗？有啊，你看那眼里现在还星星呢。那是因为现在星星就在我面前啊。油嘴滑舌。不过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拒绝了资金的注入啊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谈工作，想来好感谢你。感谢我？感谢我什么？感谢你在办公室银行对我的帮助，感谢你一直给我找订单，感谢你长时间努力买，总之我还有好多好多想要感谢你的话呢。那我们在一起吧。啊？我数十个数，如果你不回答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1、2、3。那我们在一起吧。啊？我数十个数，如果你不回答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1、2、3。同意了？不是。那就是不同意。李总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哦，刚刚有个面试的，吵着要您亲自面试，拦都拦不住。要不然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回来的时候，你给我答案吧。在哪儿？林梦涵，你不在你爸公司好好待着，你跑我这来干嘛？在他公司也是实习，他总盯着我，我还不如来你公司实习呢。那你来应聘什么岗位？秘书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很惊讶吗？不是，林大小姐，您真没跟我开玩笑吗？没有啊。你明天能来上班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你一个大小姐跑我这来当秘书，是你给我当秘书还是我给你当秘书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会伺候好你的。不行，这个没得商量，你回你爸那边好好工作。李快乐，你忘恩负义。不是，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？那你说你公司有问题的时候，那我就求我爸给你订单，那虽然没成吧，但是心意也在吧。还有就是你被王总欺负，我是第一个赶到的，你欠我人情。
对，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所以让我来上班吧。你换了别的，我能答应你，这个真不行。李总，哦，您的客人让你不能过去的，他说你让他。哦，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那个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要不然我就先走了。哎哎哎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让你出这个门。不是，这个咱们再说行不行？我真的有事儿。不行，你要不答应我，你就别想走。我工作的事情，这个事情，要不然我请你吃饭吧。后悔不行。不，请你吃饭也不行。不是我，哎，行行，我答应你，答应你，答应你。真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你还得请我吃饭。哎，请。两顿。哎，行。三顿。哎，行，四五六顿都可以。那你等我呢。